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为大家带来三只鬼鸡英雄传说。三只鬼鸡，哎呦呦，这怎么了？这怎么了？有人在里面吗？是不是空房间？没有啦，我们今天要去做那个校外杂工，有没有？今天我们要去校外做杂工，校内的杂工做不过瘾，现在要去校外做杂工。我的天哪，老天爷啊！校内已经做了这么多杂事了，还没有做过瘾呢，李恩，你现在竟然要跑到校外做杂工，哎，这实在太神奇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继续往前走。那个杂工做到校外去了，哦，这两个人官配哦，马奇亚斯和那个什么尤西斯，哎呦，你看他们，哦，爱要早点说出来，不要这样子。以免错过了后悔莫及哦，懂不懂啊？咚，来喽来喽！おはよう。二人とも早いんだな。啊，两个人都好早哦，这么早就在那边背靠背哦，哇，我的天哪！言っておくが、君のことだって仲間と認めたわけじゃない。比起我来说，他更讨厌尤西斯。有主要敌人的时候，就会放弃次要敌人，对不对？同じ班になったからといって、馴れ馴れしくしないでもらえるか。不要装熟，我没有跟你装熟啊，我只是跟你打声招呼而已。不喜欢我可以收回来，好不好？マキアス。哼，副委員長殿は随分粘着質なことだ。真是全气话。なんだと？哦，画面有需要抖吗？哦，要来爱的抱抱了，他们要抱在一起了吗？要冲过去了吗？哇！哎，怎么有娇喘一声？谁少女的娇喘声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这一定是那个嘛，一定是班长嘛。哎，他们都来了。委員長、P。あはは、みんな揃ったみたいですね。刚刚那个笑声好好笑哦，啊哈哈，啊哈哈。早速出発しましょうか。要出发喽。そうだな。まだ列車の時間はあるけど。哼，別に構わんぞ。別に？僕も依存はない。怎么了？又在呻吟？为什么要呻吟？それじゃ、レッツゴー。Let's go， 他讲英文呢，我还有点听不清楚，他讲的是英文呢。Let's go， 超级不安。Let's go， 啊哈哈，我们走吧，要逛一下这里吗？啊，噔噔噔，逛一下这里，我们逛一下，我们这一次要跟艾玛发生良好的友谊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似乎是空房间，那这一间呢？也看一下这一间好了。哇，哦，闯入了，闯入了！这一代都没有办法这样子说什么搜索一下这里就捡到东西，好可惜哦，都剥夺我的乐趣。你在这边放一个东西让我拿，让我有一点乐趣嘛？这一代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啊，剥夺我的乐趣！算了算了，我们走。他既然剥夺我的乐趣，我就知道让他剥夺了。走吧，我们走，离开这里，离开伤心地，我们走。我们离开这里了。换人走看看，没问题啊。私の番ですね。私の番ですね。哇，蒙丹奈啊，没问题。哇，好精彩哦！哎，跑一下，看一下啊，看不到了哦。他们一定是制作群，没有贴那个贴图，所以我都看不到。这两个人在干什么？汉娜。亲爱的，忘了东西了。来，路上小心的吻。哇，好闪，好闪，太闪了！我走了，家里就麻烦你了。这个太闪了，太闪了啦！哦，看不下去了啦。我们从这里，我们在哪里？我们人在哪里啊？那个去搭车，现在就要去搭车吗？应该不需要吧。我先去当铺和那个商店逛一下，看会不会买到一些东西，好不好？当铺和商店。这个家里面就不要硬闯了，不要闯到人家家里。这个是当铺，看有卖什么东西。
等等等等等，不行不行，我觉得今天比较累格一点。进来喽，当铺，这么早起来开门哦。说到巴利哈特，那家伙偶尔也会出来露脸呐、啊。哼哼，看来他似乎也很忙碌呢。偶尔也联络看看吧。没有，我自言自语，别放在心上。哎，我还以为不让我买东西嘞。观看奇珍品好不好？卖什么奇珍品嘛？不要，再买其他东西。你有没有卖其他东西？怎么都是卖这个？哦，我还是奇珍品，交换，交换，你能换什么？哎，装备品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抱抱熊熊，抱抱熊熊什么东西？会招来抱抱的道具，衣物只要十个哦，我有十二个。我来抱抱猫猫套组，猫猫套组，哎，买不起，那我就买一个抱抱兔兔好了。我把衣物只花在这种地方好吗？啊，不管啦、啊，抱抱兔兔我买了一个。是的，我买了一个抱抱兔兔。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买了一个抱抱兔兔，太好笑了。这里有结晶回路可以交换啊，现在不想啦啊，我买完抱抱兔兔了，我要装备抱抱兔兔好不好？来噔噔，来装备装备，哎，不是这个，在上面这个，这个才是装备抱抱兔兔，这个等你装备抱抱兔兔好不好？不是不是不是这个，哇，它这根杖好长哦。抱抱兔兔是什么东西啊？哦哦哦，哇，好酷哦，好酷哦，太值得了，太值得了，我的天哪，太值得了，好不好啊？过来，这太值得了，外面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哎、欸，我的天哪，太值得了，十 U 物值十就买得到了。这实在太值得了，太值得了啊！我的天哪，这实在太值得了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什么浪费，浪费什么东西啊？这太值得了，好不好？二十我都觉得太便宜了啊，太划算了，太划算了啊！等你装备这个了，风纪无效化，白色镜片确保视力，啊，换其他人。柑橘之品，减少昏眩，银色，减少中毒。中毒无效化，继续装备，继续装备。珊瑚手环，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装备这些东西。封魔无效化，哎，再来，清凉的皮鞋，清凉的皮带，暖洋洋的袜子，这个，好啦，都装备了啦，好啦，随便装备了啦，好随便哦，装备一下那个啦 ，Axe 启动。要出去竟然就是要装备这些东西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是补生命的，我现在还不需要，我要装备 AX。 这个都有装备吗？诶，十，我还有多一个十吗？没有，换下一个，这个都没有装备，换，我有换吗？有诶，情报装备上去。装备这个未解锁，未解锁，又是十哎，没有啊，没有这么多十可以装备啊。这个空空的，买增加敌人金钥匙增加几率，这个要啊，装备，毫不考虑就装备这个。这个要装备什么？看一下。好啦，等你装备一个治愈啊。我们要去解锁，不然这样容易死。我们先出去。噔噔噔噔噔。抱抱兔兔，我现在有一个兔兔在我的那个胸部旁边，在胸部旁边有没有？不晓得那个兔兔都在看什么？哦，用斜眼盯着我们的艾玛，好不好？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跟你们聊天一下，哎、欸。原意色的，哎，原意色的跑来这边，那换飞，任せて，换飞跟他们讲话一下。
这么说来，也就是五月半后咯，也差不多要该要认真照顾花朵们了。夏天的花朵们转眼间就过去了。跟你讲话，社长。哎呀哎呀，小飞今天起得真早呢，我正要出发去之前说过的那个实习。哦，经你这么一提，好像真的有听你说过哎，他们真的有交流哎，去的时候小心哦。如果找到漂亮的话，记得告诉我哦。咚，真是个活在自己世界的人。那跟其他人讲话有没有差别？看一下，飞要小心哦。哦，还都一样的话，结果特别换人也没有特别的对话。来这一间看看一下、哦，书房，书房有没有卖新花、啊？你有没有卖新花、啊？哎，不是啊，有没有卖新书？购买，买东西，购买。帝国二号报，暖洋洋的午睡，这我都买过了吧，对不对？老子的料理我也买过了。哎，说到老子的料理，我应该做一下料理，对不对？老子的料理耶，我应该做一下料理的。料理，咚哦，不是这个，鲜榨果汁，这个有，甜蜜的饼干。来，烹饪术一个，要跟谁一起烹饪？跟那个烹饪很烂的，哎，这里的人烹饪其实都不错哎。我跟尤西斯一起烹饪就好了。仕方ない、手伝ってやろう。做出一个烂东西好不好？哦，料理中。哦，なんでできたな？怎么可能啊？有没有问题啊？为什么？我想做出一个难吃的东西都不容易哦。よし、やってみるか。やってみろか。再一次。うまくできた。好了，不做了，不做了。手艺太好也是个错误。另外一个看看，番茄三明治。哎，东西不够，食材不足。算了啦，没有机会了，我们走，我们出去了，再逛另外一间。这里有什么任务吗？我看一下，我怕很多东西会 miss 掉，应该不至于吧？应该是，我觉得镇上应该是没什么东西啊，就是要我买东西而已啦。我先去那个好了，先去把他们解锁，结晶解锁一下。我不能跳到其他地方吗？可以吧？结晶解锁一下，技术洞。哎呦，这里有会长哎、欸，会长又在这里，唯一看得到的就只有会长哦。哦，有，50块学长，跟50块学长聊一下天好了，走。50块学长我来了，50块学长呢？我是说在这吗？在楼上哦，在楼上，怎么会躲哦？这次为什么躲到楼上去了？我一直以为楼上没有开放。哎，50块学长嘞，没看到哎、欸。哎，这个显示有什么问题？他在房间里吗？房间里，50块学长，没啊，没人，在另外一间吗？还是可以再上去。哎，好神奇哦，学长人呢？学长，学长真的不在这哎、欸。在门口？你们开玩笑、哦？你看，真的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没有人，没人，金价没人。哎、欸，奇怪嘞，他就说他在这。哦，走出去看看，搞不好真的是所谓的在门口。不晓得为什么要坐着门口，坐在门口外面的位置。人在哪里啊？这么会躲，坐在这是不是？哦，坐在这边喝凉水。嗯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哟，一大早真是辛苦你了，学长你怎么这么早？50块，难得有机会帮可爱的学弟妹好好送行一下，50块。哦，有哦，这个组员看起来有你们瘦了，50块。点点点，点点点，哼，50块。啊哼，就尽量加油吧，50块。记得带伴手礼回来哦，50块，50块，真是个悠哉的家伙耶，50块，50块，50块，我的50块，哎，难得早起一次，现在想睡得不得了，50块。